在距离拉萨20公里处，有一座著名的摩崖石刻——涅当大佛。石佛高约9米，盘腿而坐，神态如仙，造型雄伟，是11世纪的古印度大师阿底峡在西藏期间于山壁上雕刻的，是西藏最大的一尊摩崖造像，被誉为西藏石刻之最。佛身描绘着鲜艳的色彩，佛像虽不如其他有名的佛像精美，但恰恰给人一种自然清静的感觉。石佛周围鲜花盛开，绿树成荫，远离人声鼎沸、欢流不息、喧嚣热闹的市区，这里显得很是宁静清寂。浩浩荡荡流淌了几万年的拉萨河，时间和空间在这里重叠，大佛依河而立，没有佛乐或颂歌，却使我们的内心早已升起华美的乐章。